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话说2020年，德云社里喜讯传，前有杨毅要加入，引起网友的惊呼。济南分社也签约，发展迈入新台阶，老郭也要当校长，影响范围更加广。虽然演出没恢复，依然很大的投入，奠定未来的发展，接洽更多的商演，成立区域的学校，父老乡亲来汇报。自古舞台比天大，宏伟蓝图来规划。德云学院来成立，各个产业都涉及，文旅小镇美食城，直播基地与网红，还有康养产业园，具有度假和休闲，规划设计有很多，就不一一对人说。民间草根的演员成为校长不平凡，成立学校与演员，这事已经有经验。北京戏剧院合作培养演员也很多，秦霄贤、张小白这些演员都有才，合作办学培养成，如今逐渐也走红。德云学院前景广，会有广泛的影响，拥有德云社招牌，千金都难买过来，相信很多艺术生都想进入学院中，成为学院的学员，今后发展不平凡。德云学院毕业生非常容易来成功，优秀学员能露脸进入德云社发展，这个前程不一般，可谓一步都登天，龙腾四海这四科踊跃报名很火热。德云学院意义大，官方认可影响大，德云相声变主流，曾是老郭的追求，德云学院来运作，培养人才会更多，源源不断的输送，整个区域界搞定，这是很好的现象。老郭功德都无量，曾被抹黑到如今，公道自会在人心，说他低俗不可提，相声更容难上戏，可惜观众都认可，一步一步发展火。老郭终于熬到头，非主流也变主流，德云女孩要登台，证明机会也到来，德云学院能考上，将来前程都无量，登上德云社舞台，自己命运来安排。德云分社和学院一步一步的创建，还有什么动作在，真的让人很期待，早日为公光明顶，相声人才来会盟，传统曲艺来发扬，德云学院有光芒，区域行里有影响，祝福老郭程校长，那个程校长。回来年三四载，国内唱绝和牧羊写一首浪费电工一支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作歌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因歌曲的走火红却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一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问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后，因令花太紧张被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冠民族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第二期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爱歌社团，举世畅谈。